所有認識呢個法律、認識呢個逃犯成個係嘅操作嘅人咧，其實都已經出咗聲嘅，叫特區政府收手。我希望林鄭月娥唔好再一意孤行，一意孤行，一意孤行。我就勸反對派咧，就唔好咧下下用外國嗰個意見，因為咧我相信咧可能外國越高調去介入嗰個討論咧，我哋係越少空間去討論。原因咧就會係將呢件事咧無端端咧就更加政治化咗，同內地嗰個逃犯移交嘅問題咧。其實過往在回歸之後呢都已經有幾波是傾過的，99年張子強案，即是那個綁架案，2004年德福花園謀殺案，到而家又是有一個即是台灣的呢次發生喺，咁其實任何嘅司法管轄區去傾逃犯移交都是會有啲觸發點嘅，咁所以呢一次咧個觸發點就是台灣呢個謀殺案，完全話將佢係唔需要唔要呢一個嘅逃犯嘅移交嘅任何安排咧，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咁樣係說不過去嘅。我自己睇到咧從來草案委員會都是看大家會不會提出口有建設性的意見而說服到政府或者說服到大家，你們又不斷在外面那裡罵是沒有意義的，對這件事是無補於事，適得其反。我叫郭榮鏗，你應該呼籲反對派的議員回到這個平台好好地提出一些在這個草案裡面有建設性的意見咯。